新年快乐，给大家拜年了。今年是癸卯年，但按照传统，打春以后才算癸卯年。癸卯年属兔的人值太岁，值太岁并不一定是坏事，只是好事坏事容易趋向极端，属于有煞有财。化太岁的目的就是化煞为财，或去煞保平安。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，癸卯年这两个属相需要特别注意。生肖属虎的值病符星，也叫病符岁君，今年尤其要预防病毒感染和其他健康问题。第二，生肖蛇的人犯丧门星，也叫丧门岁君，尽量不要现场探望病人，容易给病人带来厄运，甚至会病情加重。毛肚，祝大家癸卯年行大运，发大财，幸福的活着。 Nice.